21号开的这个多单采取的是移动止盈的方式。尽管从这个图表上面看，好像这个最高点跟我的止盈出场的位置差不多，但实际是它那个平台提供的图表的话是没有达到的，最后出场是在这个位置，因为当时出现这个拐点了以后，就止盈放到这个位置了，不停的推的。推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没打到，他就往回走，走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打掉出场。刚才开了一个空单，开仓的价钱是一个934745，止损是93805。这张开仓的逻辑主要是做一个突破的假突破，我是这么考虑的。因为这里做突破回调的可能性也比较大，从这个时候看，反正那个时候1:1吧，盈亏比放到这个位置。就是2:1的盈亏比，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交易区间，其实做不做无所谓，但是想去尝试做一下，看接下来怎么走吧。